肩慢慢打，一阵雨后雨下过，哦耶耶耶耶，夏天的风把你吹到我的身边，阳光染了我的双眼，一直吹的风做的梦，每一分钟都会让我好心动，你一颦一笑让我偷袭，发刷小怪天气，怎么不经意爱上你，只想要慢慢和你感受，温柔浪漫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，温的风山的风吹成了山风，为什么你不在，我下风你会回来。我感觉这次快闪，我第一次跟创始人们有互动了，然后也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创始人们的表情，然后就感觉很温暖。虽然大家都在那边疯狂叫着张毅、徐阳、徐艺洋，朋友们，你们要不要？我想，然后我就过去唠唠化成人吧，卑微的。走吧走吧，咱们走。先走吗？刚刚那个姐姐，走啦，你跳的姐姐。麦，拜拜。麦，拜拜，辛苦了啊！我麦还是你。你有看这个节目吗？有。喜欢哪个妹妹？我喜欢奈奈，也喜欢王艺瑾。看到一个妹妹的表演，感觉怎么样？挺棒的，现场 vocal 还不错。喜欢周艺。想对她说什么？加油，你永远是最棒的。谢谢创始人们。不想走，我不想上车。慢点，走一步退三步，走一步赶紧想，走一步，走一步退三步。很棒吗，花花？爽。就是女团创始人们都很热情，所以会让你觉得就是跟那种录制十遍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，是很爽的。来京东光芒好物能量站，为你喜欢的小姐姐打 call 助力。甜在一起，美在一起，生活在一起，时刻在一起，一起六幺八，一起逛京东超市。京东。好看到发光，可爱到发光，这个为热爱发光的我值得你的热爱吗？打开京东 APP 搜索创造营2020，点击助力专区，为我助力。打开京东 APP 搜索创造营2020，为你喜欢的小姐姐打 call。好，兄弟们注意一下啊，现在马上已经抵达了表演点了，深圳音乐厅，我们在深圳音乐厅。最后一组观众，走起！来走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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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道的教练，教练直接去了，直接去了！啊！干嘛跑那么快？这是个马拉松，好重！快点！为啥这么激动啊？哎呦，好累啊！
唱的时候他们真的呜啦啦啦，所以我真的真的喜欢这感觉，他们真的很可爱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准备好了，上。妈妈，不要叫妈妈，我有妈妈。我真的没有快闪表演过，之前在路边舞台演出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是知道你是谁来看你的嘛，但是这种路演呢，我觉得更需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来看我们，对，这个是最大的区别吧，我觉得，而且更紧张。谢谢，我最喜欢的纯真小蛮腰送给你，然后。